8:58，搞到9点。好、啊。对啊，走左边啊。不要啊，那么跟我们滑、啊。好啊，你可以，你要走哪里啊？到这里。右边，右边，往右边走。左边一开始可能会吓到人啊。你带他们走，我看一下。哎，你安全帽有扣？下面哦。对，很危险。我有扣吗？有。我有，哎，没有。就是我眼睛看到你。好了。两只脚这样活动活动一下。习惯一下动动的感觉。这边的话这样子下去也还好啦。到前面就会变慢了。
们走稍微前面一点，让你姐有缓冲的空间。到右边停好了。右边比较宽，你姐可能会觉得比较安全吧。哎，这是 park 啊。好啊，好像还很好呢。这是 park 啊。对啊，所以走。没关系啊，走这里没关系啊。看起来安全一点。好啦，慢慢热身。很硬欸，啊，你说什么？没有，之前没有隔成一半。声音是要多大？只有他们声音那么大。好啦，继续往前一些些，让空间给你姐。好，结果就什么事都没有啊，还在习惯。对啊。好 ，Angie， 你已经习惯了，你看着 Ferry， 照你原来滑法滑，你看着 Ferry 就好了。你看我，你看我，你用你原来方法滑就好了。不用看脚下，你看前面就好了。你用你原来方法滑就好了，你很安全啊。没有，就没事了。就是看远一点，就会更不怕。忘记怎么滑了。没关系啊，习惯就好了。大概热身个几次这样。你等一下走 ferry 那条路线哦，比较好一点。然后要是觉得速度太快，你可以横过牌子都没关系。好，现在上面没有人了。好，这里会变很慢，没关系啦，因为是上坡。好了，现在又变更缓了。怎样？我大家看一下，然后他少了
你拉什么？好了，前面又更缓，缓到不行。因为今天这次啊，这个雪场把这个绿线隔成两边，反而这边更不好滑。等一下我们滑的隔壁那边。没有啊，现在是下半部啊。我们过去隔壁。不用，没有，等一下我们会坐前面这个缆车，然后下一趟下来的时候会走隔壁。
他太快跑去扯那个。啊？石登也是太快跑去扯那个。好怕是。然后跑去扯以后又棒棒也勾住，那个也勾住，手有没有扯到就不知道了。好，都慢慢滑、哦。虽然是绿线，但是因为这里那么窄，而且早上雪直偏硬，所以心态上这个不是绿线哦。这个又在适应中，不要滑太快哦。怎么回事啊？那个出口要这样走啊？坐这个缆车。哦，要去这个缆车哪里？这个小屋子，树后面的大屋子，不是右边这个小屋子。爸爸有知道吗？是后面树后面那个屋子，还是缆车？对啊。阿德，这边的话其实就这么大一个坡，比较安全一点，只要稍微注意一点，可以稍微。他们只是声音大。好，这一整大块，右边那块也可以慢下来，左边也可以慢下来。左边可以滑远一点点，然后换右边。
好啦。我先上喽，怎样？做的时候就是就像这样做，不要这样子往后靠着，那样子的话屁股一滑整个人会掉下去，就这样正正的做就好了。你负责找兔子啊？兔子大概好很久很久才会找到一只，而且那是白色的，所以你很难看到，只有它动的时候你才看得到。这里可以滑啊？那是很厉害的人才有办法。
好，来来，准备下了，谢谢。一样，这次我们走另外一个比较宽一点点的地方。哎、欸，都到了。到了，到了。走，先走这。这个绿色的这个人。好，前面比较宽了，可以弯转大一点点，这样慢慢练习。跟着进去吗？Thank you.
有啊，这里比较舒服啦。好，前面会稍微变稍微陡一点点，你要看得更远一点，看下面，看前面下面一点，下面就变陡一点咯。你要去哪里？我们还是我们刚刚那里也可以去，可以啊，可以去啊。要继续练这个。再一次好了，好，再一次让你姐再顺一次。对啊。好，一样是那边，下半步的时候留点速度，就才不会推那么远。好。好。眼睛稍微看远一点点，才知道下面。等一下，你们都直接上缆车哦，我会在一堆初学者后面。
以。不行。
越滑越快啦，比较不怕了。对啊，好，这是冲餐厅去喝水休息。喝个水啦，大家都要喝个水，因为一定流很多汗。而且冲餐厅的时候，让他们练习往下冲滑一次。什么？还要再坐吗？坐上去啊，去餐厅。上面有餐厅吗？有啊。不用管，不用管，就是一开始就是要滑到身体不会紧之后，才开始练习。你有觉得我已经还好了吗？很好啦，你虽然你虽然都是这样，但是第一次你的速度是一点点一点点一点点啊，现在是这样子，但是已经会放快了，就是习惯了，因为一开始会忘记说什么感觉，会忘记自己其实那样子是刹得住的。就很害怕滑动的感觉。对啊，对啊，超紧张的。奇怪，一年就真的忘光光了。也不是忘光光啊，有各种感官会吓自己，例如说声音啊，还有那种硬硬的啊什么的，还有就是这边确实天气太好了。如果在同马姆你第一趟滑，那个雪会比较软一点。鬆鬆對对，速度也会比较慢，也没有那个声音来吓。我也觉得，而且那边人好像真的还是更少。不是，那边更宽，这个绿线，同马姆的绿线有这里的三倍、四倍宽。对啊，所以就觉得没那么恐怖。对啊。下来也没有觉得这么挫啊，不知道为什么。其实这个看起来比那个还要缓，可是就是很挫。缓度是差不多了。真的吗？但是硬的时候它会发出那个声音。对，会觉得比较怕。对啊，我一开始我的姿势也很乱，好不好？我大概滑到第三次才松起来，才真的用平行在滑。等一下啊，下缆车的左前方就是餐厅哦，但是那个餐厅又在上面，所以呢，你以前有没有过直的稍微这样往下冲？我叫你冲，你就真的冲，有吗？那这次也是一样，往下冲，然后看能冲多高哦。冲的高一点就少爬点路，冲的低，冲的低一点。所以说一下缆车就直直冲，对不对？没有自己冲，我是先跟你讲。哦哦哦。对啊，那个就没什么好害怕啊。冲的要诀就是重心要往前。往前。对对对，顶住，脚不能放软，脚放软就会往后，然后就这样子自己去摔。对，自己想屁股着坐地那种摔，但是其实根本就没事。我们上次上。在同阿姆上那个教练，就是他们两个去上团体班，我跟 Barry 请的教练
然后那个教练是香港人。哦，你有讲过、啊。对，然后就讲话很夸张的时候，他就呀呀呀呀呀下去，然后大老远就开始一直叫我呀呀呀呀呀下去。压哪只脚是吧？对对对。对啦就很激动的那种。没，可是很好笑。没有，因为他这样也是有道理，因为很多人要学习的时候，那个大脑。耳朵听不到，对，耳朵一定听不到，因为他都在想一件事，或很紧张，或者是眼睛会看下面。对啊，所以你在那边感觉自己松或紧，就是你突然想一下，看自己眼睛看哪里，看得越近表示越紧张。你其实有空想的时候，你就稍微看远一点点，头抬高就也还好了。对，其实大概过个一个小时就觉得也还好嘛，就这样。对啊，对啊，你看这样子，慢慢的这样。对啊，其实看起来是很缓。对啊。其实就学到比较窄，会觉得。这边上面，然后上面之前我们来旁边没有 park， 那被切两半。嗯哼。所以第一次，因为上面比下面又更缓，他本来想说第一次练习就没想到切两半。哦。切两半更窄。对，心理压力变得超大。对啊。所以以前这里是全部是平的。没有没有。是会分上下两段，但是上面没有被切两半。哦，没有那个蓝。对对对对对。橘色的那个围墙。然后上面围起来之后 ，Park 那边人又少、哦，人又少的话，那个鸭血都没被刮开。你看这个刮开，你就觉得好像粉粉的。哦、对啊，啊上面没被刮开。哦，是哦。对，没被刮开是条条的，条条的其实也会有声音。对啊，就声音听起来。对对对。可是你在这边热四天之后，你再去八方滑，你就会觉得条条很棒。那个条条滑起来很舒服。哦，是哦。对，就是你想慢它就会慢，你想快就会快，就是刹车超好用。哦、等一下冲下来的路就是这些人。你看那个红裤子的这个，对，然后会冲到对面。没有这个蓝衣服在树后面这个。对，然后冲到对面也才这样而已。对啊，我们等一下就走那边，然后就去餐厅喝水，喝个水。然后你觉得怀疑的话，就到红裤子这边再走。啊，我们去找舅舅，舅舅已经下到那边去了。等一下你示范，然后让你姐看两次，你先等你姐来，让你姐看在哪里。妈妈应该可以快速通道。好啦，你要往前比较安全。啾啾先。好，那你第二个，你看他去哪里你就跟着去哪里。没有啊，你看你看拼了，到了。好，你要吗？你要的你就快去哦。好，放直的才能下。直的，不要刹车，不用刹车了。不要刹车，老板。不要刹车了。算了。没关系啊，浪费他的手力。好，这里可以松开，直直的，不要。不要刹车啊。完蛋了，掉下去了。啊，道路是怎样？
咻，一咻。Yeah, we'll be meeting here as well.正在爬，就这样上来，然后他就继续你跟斑斑同一等级，刹车。斑斑是怕会怕啦，可是我有重力，他没有重力，他在就怕一路刹车，他没有重力，多少也来了，再降一下。好，帮我按掉。啊，是啊。不用吗？不用按掉。你要上厕所？我们要不要拍？